朱志贤上月被揭发背住男朋友谢东敏同人夫黎振华车厢密会，事后谢东敏对女朋友不离不弃，唔单止陪佢出嚟道歉，自责只系挂住做嘢疏忽咗女朋友，仲承诺会抽多啲时间陪佢，同对方走过呢一关。事隔将近一个月，两人同一时间各自喺 IG Story 铺咗去健身室做运动嘅相，似乎谢东敏真系如承诺所讲，抽多啲时间喺朱志贤身边。呢次亦都系密会事件发生之后，朱志贤第一次喺社交媒体现身，睇嚟系希望试水温，为自己嘅出关铺路。